这个工程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针对电网复杂结构进行了合理分区，并且第一次运用柔性直流技术把分区电网进行柔性互联，正常时可以相互送电，在故障情况下可以在不到0.1秒的时间里快速地进行功率的支援，大幅地提高了粤港澳大湾区电网的安全稳定水平。这样的网架结构呢，能够避免把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，极大地降低了相互牵连造成我们电网大规模停电事故的风险，在需要相互补给支持时，通过外环线路便可相互支援。与此同时，电网的灵活度变得更高，更利于大规模新能源的接入。